这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。但什么是最佳方案？就是大家节电啊。我们一定要以台湾为荣了，我们不会，我相信这样的一个，大家把整个亚洲大陆卫星的那个空屋图一看，就知道我们台湾没有那么糟糕，没有那么糟糕，但我们要追求更好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好，好。环团说，您背离初衷，而且觉得在比烂，你怎么看？我想就是享有公权的人，必须要从法律制度面来看公权力怎么行使。那我想我已经讲过非常清楚了，其实在环评既有的框架之下，只有两个选项，一个是重做环评，一个是修正后通过。个人做一个决定就是要承担这样子的责任，既有法律规范的不够，所以我必须在这个这样既有的框架下去行使这样的一个公权力。这是比好的结果，不是比烂的结果。